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拍了一套电视剧叫做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。我想在这里讲完。当时呢，获得一个挺好的成绩的。我曾经跟我身边的另一半讲过，如果我在工作上面有少少成绩的话，我就会跟他走埋人生的另外一半，踏入另一个阶段。当其时，最关心我的朋友就是传媒的朋友，他们永远都走先我一步。又我未拍拖，咪问我几时拍拖；又我拍拖，又问我几时会分手。如果唔分手，会几时会结婚？咁结咗婚又会唔会生仔？如果唔生仔，又会唔会离婚？佢哋永远都系走前我一步。咁所以咧，对于当其时年少气盛嘅我嚟讲，系好唔愿意俾人咁样牵住鼻子走嘅。我本来系想大宴亲朋，同大家一齐过一个好开心嘅 millennium 婚礼。But 我冇咁做到，甚至乎连一张婚纱相，连一张婚纱相我哋都冇影到，就系免结婚相啦。我觉得我对所亏欠。我好想约定佢，当我哋都老去嘅时候，60岁咯，对我哋再演一次啦。终生约定渐成为默契，爱以信任维系，这你与我有什么关联？举世亦已心焦，无铁抱着上街招摇，在派对待遇。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当终生约定渐成为默契，爱以信任维系，这公开秘密若无人意义，我决心守一切。你与我有什么关联？居世亦已心照，何必抱着上街招摇，在派对内炫耀？离骚剧那般公告世上，竟已没有需要。拖着你不行进教堂，仍然没那样少，但旁人始终不会明。盟约是着重在心境，早已认定是对方，亦不必一张纸定情，用悠长的初恋证明，能够共度各种困境，让幸福的结局显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。百万对不过世爱侣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分同居。地老天荒
或会知得我们仍能爱下去。想怎么作实为情人负责，可个个在疑惑，谁可以照着旧时人做法，你觉得正解答，与你爱到底几多年，亲吻亦会心跳，无需请客那么招摇，在派对内炫耀，肥皂剧那般展览故事，一向没有需要，恩爱会及时间证明，容忍别再自扰，但旁人始终不会明，盟约是着重在心境，早已认定是对方，亦不必一张纸定情，用悠长的初恋证明，能够共度各种困境，让幸福的结局显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，百万对不过世爱侣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分同居，疲劳天荒或会知得我们仍能爱下去。但旁人始终不会明，盟约是着重在心境，早已认定是对方，亦不必一张纸定情，用悠长的初恋证明，能够共度各种困境，让幸福的结局显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，百万对不过世爱侣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分同居，没有分数，但却只得我们仍然。